跟大家介绍这款超时尚的 V 型披肩，它不只是披肩哦，而且它还是围巾，重点是我们独家的 V 型设计，让你在穿搭的时候呢不会掉，不会滑落，非常的保暖哦。这个怎么穿呢？像这边开一个V，我们可以直接把它穿到我们的挂在我们的肩膀上面，就是像这样子一个 V 型的。那像一般你披围巾的话呢，它很容易滑落，但是我们这一款它怎么动都不会滑落，因为它会直接勾在你的脖子上面。那重点是我们这边都还有做流苏的设计，所以它整个流线啊线条都会非常的漂亮，垂坠度也是很够的哦，后面也都会盖到屁股，垂坠度是非常美的。那我们这款呢不只是这样的穿搭方式，我们还有各式各样的穿搭方式，像是平常我们可以把它变成这样子立领的，这样就会看起来比较立勾一点。那如果我们今天有特别的活动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善用自己家里的皮带，然后呢我们可以把它围成一个很像那个外套的感觉，一个外套的感觉，这个也是另外一个穿搭方式哦，它会变得很像你的小外套，而且我们里面都把它的束束的，就会非常的好看哦。第二个方式是像我们女生都有很多小发夹之类的东西，我们可以善用自己身上的小道具，然后你就可以装起一边，有没有？像这样子把它夹着，这也是另外一个造型哦。还有呢，我们也可以把它整个往后面挂着，这样就很像一个小披风的感觉，后面整个垂坠度都是有的，会很日系的穿搭哦。另外我们还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正常的围巾，因为我们这一条呢长度跟厚度跟分量都是很足够的，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变成一般的围巾，披着也可以，然后你要打个交叉这样子也可以，非常的保暖，外面再套一个大衣，看起来就会很好看哦，脖子之间会非常的保暖。那我们这个都是仿羊绒的设计的，所以保暖度是有的。那这个冬天不管我们是要在办公居家或者是外出旅行的话都很方便哦，还可以放在车上当你的小背背，超级实用，一共有三个颜色。